I love you.我哋话咁快已经十年啦，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嘅嗰种感觉，到而家都仍然系一样。其实我哋啲男人到咗十八岁就去到另外一个阶段，系时候要选择另外一个啱自己嘅去稳定落嚟。呢十年嚟你陪住我，我哋经历咗有好多开心同埋唔开心嘅事，呢一切都已经成为咗我人生里面最美好嘅回忆。其他人不明白我不紧要，只要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就已经足够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钱是买不到幸福的，但是我不认同，我会尽我的能力赚多些钱给你最大的幸福，我会将我的钱交晒给你，因为你才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。你是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。天龙八部，手机版，吓吓，写晒你，咩又唔系俾我睇嘅咩？点搞噶？俾我睇做乜嘢啊？咁样啊？天龙八部十周年点会唔关你事啊？手机版出咗啦，佢就系另外一个阶段。哦，你都我谂紧。又識了十年，但你都十八歲，我哋八歲嘅時候，因為你先是我人生裏面最重要的。點啊？唔識電話。因為你先是我人生裏面最重要的。